为什么日本女性都选用化妆水？因为 Hada Labo 化妆水创造了护肤新步骤，洗脸后的第一步改用化妆水保湿。当满满的水分被锁得紧紧的，肌肤的细胞就会变得活跃。这时再擦上保湿面霜，你会看见肌肤从此不再一样。 Hada Labo 打造水感肌肤新体验。